健康是一世人安尼，看到你啊，看到对咱讲，食健康是无安尼啊重要吼。我哋张茂春张校长，还佫我想要敬着咱第三个秀，把你欢迎回家，最爱的新闻吼，欢迎回到来建筑朋友，还佫我们的音乐发展的理事会李会长，还有我们最支持巡山家姐，我们的李摩昌李副会长，高伟文高副会长，曾金晃曾副会长，还佫我音乐班吼，这个疫情吼，还佫准备出很快去做摄影大师吼。所以啊，希望大家不久后平哦，共同来关心与别人的打拼哦。你看，今天右边还有我们的幼儿园一家哦，哇，我们坐下来三头两头来回公仔哦。
心阿姨很棒哦，你注意哦，这是我们幼儿园的宝贝，所以来到这边哦，来现场，来我们用我们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心阿姨来到我们的这现场里面的，谢谢大家，来主席来请就坐了哈、哦，好，来大家坐后面，掌声老师还有大家每一位对着咱金国目前可以说是在我们所有的健康上，云林的管定不断的到我们全国各地去宣示我们云林县在整个对于来猪在明年1月1号将要进入到我们的国内，蒙丢这是咱重要进程，但是对着咱囡仔守护咱的健康，守护咱囡仔每一个下一代，咱变到会更卡会使，哎，这不是干那教育的问题呢，也许延伸下他很多后续问题，可能会有遗传的问题，可能会有基因的问题，因为什么？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所有的教育历程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忽略掉、忽视掉咱囡仔对着咱的健康的重要性？这个是一个国家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很严正的在我们所有校园的食材的部分，我们绝对禁止任何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食材会有任何的莱克多巴胺，就所谓的一种型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县内的午餐的食材的部分，我们绝对是零检出，这个是我们捍卫咱所有囡仔健康，我们坚守责无旁贷的责任，大家说对不对？所以今天有那个记者会，会严正的告诉我们所有想要有心去投机的这些业者，云林县在午餐的范本里面就特别在第30条增加了第7款，我们绝对会在我们所有的部分严正的去做到这样的问题，第2点就是罚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这很严重哦，所以我们怎样现场会在这个部分会坚守我们孩子的健康，让我们知道我们云林县绝对是零检出，大家有没有信心？有。男女兵才够秀，我们也一样会守护大家安全，就由我们的小朋友带来白雪公主猪肉奇趣，看我们小朋友对于奶猪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掌声欢迎我们的正兴国小白雪公主来猪奇遇记，
烤猪肉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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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看我台湾猪的神威，谢谢你黑马王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刚刚吃了添加莱克多巴胺的进口猪肉，所以我们应该拒绝购买添加莱克多巴胺的进口猪肉，以免影响我们看后代子孙的健康。以后我一定会坚持拒绝莱猪，爱用国产猪的。太好了，守护国人的健康人人有责，我们应该使用最卫生最健康的台湾猪哦。好了的，走吧，我尊重珍惜国小的午餐，营养又健康，舒适使用最健康卫生的台湾猪哦。太好了，终于可以控制了大块的午餐，走吧。哦，原来小矮人早就在正西国小享用最健康美味的猪排大餐哦。来猪熊熊校园进用与你羡慕，给你一套耶、yeah! 大家看到说每个都比校长会讲话啊。想离开，一切都听他。孩子的天真就是这样，以及一对有人整个食物的部分的认知就是如此。他们都知道海猪是不能用的。我相信我们县长的坚定决心，所有厂商千万不要取巧的心态。好的，今天我们将记者会先停。我们将这一贵宾来跟他很丢，来一来做些盖浇，谢谢盖浇，守护我们健康，我们最棒的云林县长张立正张县长。今天版也共同制定我们莱猪绝不进入校园，我们的议会，我们的林院长林议员一起守护的健康。来到了启明南联代表会出现的胡克勤胡主席，南联陈永秋陈代表，来告诉我们的邱教员邱处长，我们卫生局我们的曾成梅曾局长，我们农业处我们的魏正德魏处长，然后南仔的南联第六牛力南余成亮余里长。好，我们也看到我们正兴国小我们家长会我们陈建如陈会长，还有我们辅导会长我们的曾兆威曾会长，我们的副会长曾静旺曾副会长，林博彦林副会长，高伟文高副会长，还有我们的李摩昌李副会长。这边盖桥今年我们92高龄，我们的退休赵茂春校长一起带我们今天的议席上守护我们所有孩子的安全。我们电视工作最优秀主要教长会做，还有我们音乐班会，因为我们很优质，我们的李淑慧李会长，我们的新闻处我们的廖淑玲廖处长也在我们的现场。好，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校会总干事我们的徐展荣徐总干事，谢谢会长。好，还有我们的李建哥，我们赖新启赖科长，特别我们由我们学校当由我们校长协会北城国小陈明志陈校长我们所率领的校长，好，民国中我们的薛立章薛校长，还有我们所有各校的营养师都来到我们现场。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要宣誓，我们校园绝对禁用有任何含有莱克多巴胺的。我们不是只有用国产猪，我们甚至我们在正兴国小，我们就规定我们要用云林在地的云林良品猪。这么好的一个政策，我相信县长一定守护我们的健康。我要欢迎南管第五委员赵雪三姐，欢迎我们的健康守护者。
分很熟悉啊，然后环保、艺文各方面都很熟悉啊，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好，我们会长李议员，还有我们吴克勤吴主席、陈永秋陈代表，还有我们代表苏以善议员来的秘书，那我们今天的还有我们的里长哈，我们余里长哈，还有我们今天的三个联合主办单位哦，我们教育处邱处长，还有卫生局的我们的曾局长，以及我们魏盛德哈，我们的魏处长哈，那我们的谢副县长现在也赶到现场，大家掌声哈。还有我们正兴家长会历届的会长，还有非常重视教育，而且呢退而不休的我们的樟茂村我们张前校长哈，我们给他掌声哈。好，还有在现场所有。剩下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那越逼近呢，大家都越紧张，包括所有全国的乡亲都非常非常的紧张，到底未来面临莱克多巴胺的这样的猪肉进口台湾，我们如何分辨，如何选择，甚至呢如何守护我们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啊，甚至呢我们的下一代的健康，我们都非常非常的重视。那越逼近，更多的家长、更多的老师，更希望我们云林县政府做非常非常明确的宣示，让所有家长能够安心，让所有老师也能够放心的让我们的孩子吃得健康、吃得安心的哈。所以我想，今天云林县政府除了我跟副县长非常重视之外，那我们呢、相关的单位，包括教育处、卫生局，还有农业处，都一起来做这个宣示。那当然呢，更要感谢什么？更要感谢议会大力的支持我们地方自治通过啊！所以我想，我们坚决表达我们反对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台湾，甚至进入到云林县境内。那当然呢，我想公所包括代表会都是有志一同，所以今天非常难得了哈。其实我很多记者很少碰到主席出来的哈，那主席今天特别来哈，就表示呢，代表会也会强力的要求公所所有的偶肉事件内，包括云林县境内所有的各级学校，我们一样重视学生的这个食品安全哈。所以我想今天呢，大家上上下下哈都是有心啊，一起啊要守护我们孩子的健康哈。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哈，最重要我们的营养午餐。一定要选择国产在地的云林良品猪肉，为什么？因为云林县是养猪大县，我们拥有156万头猪，占全国的猪只呢超过30%，所以既然我们是最大的这个养猪大县，那一定要使用我们在地的猪肉，而且在地的猪肉透过我们层层的守护，我们已经成立零售肉精联盟，从饲料厂、畜牧场，还有屠宰场，以及分切加工厂啊，甚至呢到我们末端的餐厅以及市场，都已经有零售肉精的联盟的这个场域，以及我们末端市场的一个认证。所以我想在云林县境内，我们都非常重视，而且呢吃到云林良品猪，保证没问题，然后保证是零售肉精。那同时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报告，我们特别还加入区块链。区块链目前全国只有云林县加入区块链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要让每一块猪肉无所遁形。第一个，我们透过溯源的技术，透过食物履历，也就每一块猪肉的履历，你从哪里来，从哪里去，我们透过区块链几乎不会有任何差错了哈，甚至每一块猪肉都无所遁形，非常非常清楚。那再来呢，我想透过区块链已够啊，我们也增加我们应该严谨的法则，透过我们自治条例里面，我们跟其他县市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云林县只有两种标准，一个叫做零，一个叫做10 PPB。那10 PPB 呢以上呢就罚2亿的，如果你超过这样10 PPB 的这样的一个检验数值的话，就罚2亿以上。那云林县呢没有任何模糊空间，就是你没有所谓自治条例里面最高就是罚10万，
那房十万呢，如果业者参加一层啊、这个啊、成本低的瘦肉精的这个猪肉，那他可能就是减租啊，9PPP 啊，8PPP 啊，7PPP， 然后在云林县没有这个模糊空间，就是零跟十啊。那我们不会变相让业者去参加一层或是两层来降低他的成本，因为他会肆无忌惮的认为，反正呢，我顶多罚十万。所以在云林县没有这个问题，在其他县市也许它透光自治条例就是这样，但是云林县呢，只要你是零、或者加入我的联盟里面被检出以后呢，就是表示你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进口猪肉，因为台湾呢这是禁药，台湾是不会有的、那你只要被检出，就表示你有又没有清楚标示，也没有、这个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就以标示不实、标示不清来罚你，那罚多少？罚300万，罚400万，这样他才会透嘛，所以我想今天如果有业者在这里啊，我就是很清楚告诉各位哈、如果你是有，而且你是透过因为现在不是只有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哦，它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各国猪肉都可以进口。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依法就法哦。我们的自治条例有没有跟中央抵触？也没有啊。我就用你的十安条、22条、25条、28条来罚你呀、对不对？所以我想很清楚，云林县就只有你跟十 PPP 的哈，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那我非常感谢议员哈、经过我的解释以后呢，在议会也全力支持、全力通过。我们先给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议员哈，给我们打一个掌声。我想今天只要进入到我们云林县的这些食材的移动者跟我们团赛业者，大概我们契约当中就非常清楚载明，一定要用国产在地猪肉。那我们的所有只要有猪肉的地方，我们都很清楚的标示，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我们老师都非常清楚哈、知道我们现在用的是个非常安全健康的猪肉，让大家吃得非常放心了哈。
有机农哈，那他们增加，他们只要增加一天呢，对我们有机农帮助非常非常大。那我们在地的哈，我们云林县，因为我们以前呢哈，以前我们当然是希望是在地的蔬菜就可以了哈，但是呢，我们也特别响应了哈，我们现在从下学期开始，我们在每周了哈，每周都增加一次的有机蔬菜哈，一次的有机蔬菜，甚至呢，我们现在鼓励啊，每个学校都要采用三张一 Q 的这样有生产履历可以溯源的哈，啊这些我们的农产品哈，那我想这个呢，对孩子来讲哈，我们非常清楚啊。这个是哪一个农户啊？哪一家所生产的做农产品哈、啊？那非常非常清楚，也让大家非常公开透明化来了解今天吃进去肚子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品质保证，是安全卫生的一个保证。然后我想这个非常重要的哈。那所以呢，我想今天开这个记者会，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全体的这个师生还有家长知道我们重视孩子啊这个啊营养午餐的一个健康，让大家非常清楚。知道云林县政府的角色跟立场，跟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的哈。那今天呢，通过这个记者会，非常清楚跟大家做以上的报告。那祝我们今天呢啊记者会圆满成功，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哈都能够哈啊健健康康的长大了哈。因为至少我们提供非常营养、健康、安全的所有的这些食材，所有的营养午餐呢，都让大家吃得非常安心，吃得非常放心。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那今天哦，我们不管哪里的，快帮我们的幼儿园哦，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营业长也在后面哦，有农场会的其他的义教会的代表，我们共同走入南港，我相信台湾南都啊，管六点的高铁公，因为有了南极区，我相信艺人更严格的会来跟我们的所有这些业者说，我们一定要守护南港，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营业长艺人，有农会我们守护，健康欢迎我们的艺人。好，谢谢。最优质的校长。把那个张立山县长，还有我们的副县长谢淑雅，谢谢，当到了代表会主席吴克勤，还有陈永修代表，还有石凤的代表，还有我们县府各局处长官，阿过来，这里92岁，我们的张校长，并且所有的贵宾，还有所有的宝贝，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因为国家的政策啊，如果是错误，会把咱的百姓带向灭亡。带向生病。我们云林县政府在我们张立山县长的坚持之下，我们很多议员在议会坚持，就是不让含有莱克多巴的肉进来到云林，但接起中央的政策，所以不得不我们极力推广那云林良品温林 CAD 是我们最棒的猪。你只要吃云林的猪，云林养出来的猪，它绝对不会含不良的一个药品。但是中央的政策变成让执政人员你未使无遵守的规定，所以县长不得不就讲了。那我们推广的是我们零售肉精的一个检出，最再来就是一个遵照我们的中央的法规了哈。讲真的了哈，这是不得不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也希望啊，我们在学校这么坚持的守护这顿饭，但是小朋友早上有可能吃到外面的卤肉饭，某可能暗时当然是妈妈今天供完，跟他出供完汤，这个部分也是要让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对，赶快跟爸爸妈妈提醒，妈妈你哪边买吧，要买猪肉，你一定要坚持要去买零售肉精的一些加工食品，一些那一种加工的肉品。在这边选择
我们云林县最资深的学校来办理哦，我们来朱兄兄校园禁令守护学生的安全记者会，是上大的一个意义了哦。因为小朋友没有办法去选择，但是相信学校能够把关，个人是马王那家猪肉汤也是坚持我们的原则了哦。我们把校园这一块第一个部分先把它守护好，马咪我们够一步一个申请，把这一个部分让各位哦，那个老师跟我们的家长都知道。等等哈，那一定好好讲其他的时间大家还是要坚持，也是要能够懂得选择。在这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刚才有一个林议员的校长，因为我预见你的未来，因为他是非常认真的校长。那么今天我们最有过目的张县长，还有我们副县长谢淑雅啊，谢副县长，以及我心目中的偶像啊，小白议员林彦章林议员，还有我们在郑云华，我们苏一山的秘书啊，还有哪一位秘书在现场？何主任啊，都在现场，还有我们代表会啊，我们的同僚啊，我们同事，还有我们教育处处长、卫生处处长啊、卫生局长啊，还有我们农业处处长都在现场。啊，昨天啊，我为了响应我们县长啊，他是很不欢迎来猪。昨天因为过年快要到了，我需要买一些加工的肉品，我偏偏勉强啊。啊，昨天我特别要厂商来解释说，他到我们云林的肉品市场是如何挑猪的，他有跟我做了解释。第一，我还有话惊咯，哦，还有。后腿若愈水吼，行路愈水吼，体材愈水吼，讲较贵，价钱较贵就输啦，较贵就输啦。所以他有解释整个他在挑猪的过程，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他说，因为我们云林县非常反对来猪，所以说我在买加工肉品，我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第一爽有一定要求他们做说明，然后呢，我再加上。他一定要除了我们云林县的自制的标签之外，还要再加上几个文字，我不是来猪了。那么我被甲咱我所有的好朋友讲了吼，如果啦吼，很多店面，尤其是做肉品的，做那个卤肉饭的，你们希望有来客，就希望你们不要用来猪了，因为来猪对我们对来猪的印象非常不好。虽然我们政府在粉饰它这个成分的时候，它要轻描淡写，但是我们基层很清楚啊，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所以我非常肯定我们张县长，他站在第一线，他就勇敢在那边挡住啊，尤其是要罚则罚得那么重的话，我相信啊，我们业主他自己在交付公家机关的话，他要特别小心。尤其是我们的校友，我们小朋友的健康，我们一定要把关注啊。那么也谢谢我们副县长，还有我们议员，大家共同来关心啊。对于这一点啊，这个我们陈校长刚才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校长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把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我从仪器感就看到你在这个广播这个来猪的害处啊，告诉大家身体健康的重要啊。那我相信郑西国小的家长会哦，会全力支持李校长的作为。
那么也谢谢哈，我们正兴国小的会长、副会长都来参与了，谢谢大家，谢谢啊。院长，来给我勉励一下。一成优质，赶快我们学校的我们教育部我们副院长给我勉励。谢谢江平校长、县长，还有我们的主席代表李文浩，还有我们的局长、各位家长、各位老师，还有我们的会长，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相信都讲，各位不管县长、议员啊，还有我们主席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我相信健康是吃出来的，那疾病的话也是吃出来的。但是咱这边政府竟然要我们吃吼，生命的礼呀，这个政府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想象。那政府不保护我们，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自救，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宜兴县政府就是要救啊，我们要自救。所以刚刚除了说立法以外，啊，接下来的话就是要靠我们大家，真的是要安好。被讲明天行政这样实在是很简单。那刚刚提到在我们的午餐，请大家放心，因为有我们的妈妈县长，还有各级民意代表帮忙把关。但是刚刚我们林议员提到的，一天要三餐，哎，啊，所以除了营养午餐以外，其他的部分，那都要一些土豆泡粉，好像很好吃嘞。但是卤肉饭它是用什么肉做的？嗯，在要不要吃？绝对不能吃哦。所以这里头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的中央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牺牲我们国人的健康，然后要换什么不知道。所以呢，只能自救好。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拜托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哈，大概要从我们自己做起的哦。好，那来按讲最吊胃心声哈，想想看，那个肉是从哪边来的？不知道，卤肉饭不知道，最吊不知道，贡丸不知道，这么多的不知道，叫人民怎么办？所以真的是要靠自己啦，哈。那在这里的话，千言万语哈，都是一句话，大家点空。我看到我们92岁的我们的张校长，你把头摸那么腻哦，校长真的是我们的偶像嘞，92岁的感觉回家。小心，要好好的吃，因为你给恭喜嫁出来，我们都很期待，不敢奢望90岁了，但至少要像校长这么的平安健康，我们大家一起平安，一起健康，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朱县长，谢谢主任，感谢朱老师的点拨，我们绝对跟县长合作。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跟张校长一样，最好来我们的家长会，一定说县长这么棒的政策，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为县长做最好的后盾。来，我们掌声欢迎陈建祖会长。那你请看，来，欢迎我们的建筑会长，哎。县长啊，还有我们县长啊，我们的各处室长官啊，还有我们的家长会啊，还有现场各位长官来宾，还有后面的我们的宝贝们啊，大家好。今天啊，绝对哈，我们家长会哈，其实接受到这个讯息说，我要走，我要来这个反莱猪的活动哈，对，早在好几个礼拜前哈，就校长就有通知我们，那我们副会长哈，我们永修副会长哈，他就。非常的哈，非常的坚决反对这个莱猪，所以他就啊跟正兴哈这边哈我们全体所有的家长会哈，我们要串联起来哈，
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办来出这个活动啊，那彻底的执行啊，然后守护学校的啊小朋友们的啊健康啊，那啊家长会全力支持啊办来出活动，谢谢。我们会长很客气，他一直讲说，毕竟对你们的积极，一定是成为我们县府，我们在守护孩子健康上，我们一定力气不废，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拒绝瘦人精，我们在校园政治上的宣言，我们要宣誓。副院长提供证件，一定要有我们所有的证件报告，一定要完整的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宣言，我们要请我们的县长为我们核章，把我们所有的健康，请县长为我们守护。来，来者绝对不散，与您健康上层。我们请县长为我们核。来，请一起来，我们所有伙伴来。
来，再过来一点点，来那个高委会长，来苏委会长，麻烦你一点点，来坐在筷子柱上，坐筷子柱上，对，我给你拿走，好，等一下，这样可以吗？我没有，来我们一起啊，哎，来祝声中校园勿用，好不好？我们就把它举起来，校园勿用，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嘿，所有我们的政策，我们一定要捍卫住，守护我们的健康。来祝声中校园勿用，就举起来了，嘿。好，我们说三次，我们先看右边，我们志伟老师这边，来，我们叶兄这边，子光兄这边，我们先看那边右边叫，哎，好，我们叫你那边了，嘿，好，来，朱兄兄，校园勿用，好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中间的部分，好，我们处理这边，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好，再看一下，嘿，来，朱兄兄，校园勿用，就很有精神的宣誓一下，嘿，来，朱兄兄，校园勿用。看一下我们左边，哎，我们的那个科长这里，来，我们博士这边、梅芳这边，来看一下，嘿，好，再看一次哦，嘿，来，朱兄兄，校园勿用。好的，谢谢我们的县长，谢谢我们的副县长，我们的议员，好，我们媒体也麻烦县长麻烦您来。对，好，来我们的媒体联访在这个地方，好，谢谢，来我们副县长，谢谢，名字叫什么名字？所以月逼近哈，啊，进口的日期，我们所有的乡亲以及所有的家长哈，特别的担心。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走进校园，非常明确的宣示，未来在所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在云林县境内各级学校，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标示所有的猪肉是国产在地的猪肉。那同时呢，任何的加工品以及任何的这些食材，绝对严禁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到台湾，也严禁进入到校园里面。那同时呢，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所有的团膳业者以及所有食材提供者，他要清楚的标示，而且针对所有的这些猪肉的生产履历，所有的溯源呢，一定要让所有的家长以及所有全体师生呢非常清楚，而且让他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是我们云林县政府啊、教育处以及卫生局还有农业处，我们各局处相关单位大家共同的责任。那我非常感谢我们议会所有议员同仁，以及我们所有各级公所所有代表会，所有民意代表都站在全力支持我们云林县政府做反对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云林、进口台湾这样的一个坚决反对的决心。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让我们所有家长能够安心放心。那同时呢，我们云林县是一个农业大县，我们农产品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也增加有机蔬菜每周一次哈，甚至呢，我们鼓励所有学校能够响应了哈针对我们三张一 Q 的哈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哈一定要多多的响应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是要让我们孩子在营养午餐上吃得安心，而且能够健康的在校园里面成长哈，那能够快快乐乐的上学的哈。我想这是我们全体师生以及所有家长共同的一个期待。那云林县政府绝对站在守护孩子健康做严格的把关，尽一份心力，让所有家长能够安心放心。
来，厂商来做一个订阅的动作，不交条款，如果违者，我们可以很重很多的罚款啊！我们感谢县长，我们的上面的长官给我们这样一个支持，一个这样的关注，谢谢。那除了罚款之外，是否会有标注的投标？我们会在附加条款里面，只要来源上有任何的弱金，我们都可以罚款。我们在十八之前，我们会做这样一个动作。违签条款是说限定。云林县的猪肉吧，国产在地猪肉，但是没有限定云林县，在地的云林县，在地云林县啊，云林县。而来猪，我们会在十八之前来做一个附加的契约，附加条款的契约，其中针对来猪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要严格禁止零瘦肉精，和零瘦肉精。所以刚才我们县长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示，啊，我们厂商一定都会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定，因为罚很重，他们为了学童的安全，他们是责无旁贷的责任。谢谢。还会有禁止他们下次？对，终止契约，对。契约下次也不让他投标。对对。你要讲，我们如果是被我们抓到的话，啊，被我们查到的话，我们是终止契约啊，未来不可以有任何投标的动作，这对厂商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法则。我想厂商也应该会遵守这样一个规定。这个因为我们学校端我目前没有精算，应该我们这样的一个至少会有十家以上啊，这我们初步大概是有十家以上。肉类供应商啊，因为我们学校是食材，所以我们是供应商，食材对。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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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然后可以靠近一点，对对对，就靠着，就是有点近，对，好吧，好来，然后看我这边哦，好来，一二三，眼睛睁开，三二一，好，好来，再一个白底的来，来来，市长主席，来一起来，来主席带着两只。可能要请那有没有要不要过来这边那个好，可以。
校长。记得。好像刚刚的同学讲的哈，我们一定坚持让大家吃到最好、最新鲜，而且最安全、最健康的我们在地的猪肉，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吃哈。好，来，高店长，来，我们先看一下那边，来，过来一下啊。美女娘子猪站啊，这种美女娘子猪站，好，美女娘子猪站，手底站，来，好，同学也底站吧。好，好 ，OK， 那我们看几碗，大家这边来一下 ，OK， 来，鱼鱼香米猪赞，哎，好，鱼鱼香米猪赞。那我们看看几碗，这边来，鸡肝来，看一下。Thank you.